久没有听到这样的称呼了。啊，以前在哈佛高中的时候，每天大家这样叫我，我已经听习惯了。但习惯了，但现在听起来有一种心动的感觉。谢谢。我怎么突然消失了？喂，刚刚是嘉贞吗？他们两个怎么不在一起？有猫腻。哎，谢谢。嘉贞。都没有别人。老师很难演的，真够傻的。然后有时候，然后今天我在说服他改这件事情的时候，突然又变得正经吗？超级感情高手。在学校的时候，怪好傻。好久没有人这样叫我了。纪晓岩，你可以。这么大一个人都看不到。我觉得我已经气到气疯，气疯完全没有看到嘉贞了，跟我觉得是完全跟他无关的。老师还是对女学生会比较好的，男学太小是被这边尴尬了。都是在跟你说，以前篮球队这边又要在春风之下，然后又被老鸡干掉，小牛，然后现在一上了大学之后，橡皮脱缰的野马，是吧？三年内交几个女朋友？八个，五年交八个也算是。如果每个都是认真的，真的是很充实的人生的哦。明宝，你怎么了？我不知道我怎么了，但是我现在想亲你，就这样。刚刚没有摔。哎，我有用漱口水。他就是一狂吃吼两场而已。我有用漱口水。都已经把它拉下来了，你两个不讨厌。跟川风转在一起三年之后，小腿肌变超壮，因为你踮着一直踮着脚。那你跟大猩猩就完蛋。对啊，跟大猩猩的话，跟大猩猩我应该可以参加田径队。你可以没有，你可以参加芭蕾。